这个模式是常开模式，这个是渐加模式。常开模式的话，它是启动的话一直在工作的。工作的话要手要碰着两个方向，两边贴面。如果你想一想它代表着什么能量的话，调一下后台。后台的话是左下角零点，频率的话是上下加减，这样的话，这样调的话，它是不会工作的。要按下左键，按下再往两边的话，它才会工作。就它调音响比较大，你可以往上调，再试一下，或者再往上调。来，这音响比较大的嘛，大的话咱们要调的合适，就往下调，对，往下调，调一下试一下，调一下试一下。的话是点右键退出。把能量加上，启动。